看一下土豆妹是如何征服这头母牛的。要教会他，没事帮我换换牛。跳过来！这个裙子绷着，我能跳吗？耶耶！笨的哟！来，慢点啊，它快生了耶，要照顾好一点。它快生了。好玩不？好玩。放绳子，放绳子，放绳子，放放放。嗯，让它吃。放这一坨哈。对，去装吧。哎呦哎呦！大黄。哎，这又进不去，太硬了。啊，用脚踩。可以。好了。哎呀！我去，你又不是把他都给我踩来过三句啊？先走，到那边走。换个地方，换那边去。你走啊，你走啊。他不顶，他不顶人哈。来来来来，小贱头来顶你了。走啊！他真不顶人。走。他顶人哈，你悠着点啊，顶到你了。你先走啊！你不走你就怎么走？我都不敢走。哟，来了！看没有？看没有？来了！哟，来了！你别动我，我给你扣严实，你动我不给你扣了。不会走啊！走啊！你先走，他都不动，你看那个架势，感觉都。你过去啊，你过去他就跑了。来，吓得，走。这牛装了有三天了吧，还可以哈，可以吃个半饱了。等完全适应了就好了。用力，踩。啊。好。可以。不错。有点牛夫人的样子。学了开教了，买新的。嗯，没事，没问题。还拔不拔？不拔。好玩不？好玩，就是有点好晒。我也好渴。这水可以喝的。走，我带你喝山泉水，这水很冰，喝不喝？哪里？走。你确定让我喝这个水？那是啊，我也喝这个水啊，喝吧。你看上面这一层飘的，这是啥？水草啊，拔开。拔开很清澈的，拔开，拔再拔，看到没有？拔开，你看，看到没有？这是个泉眼吗？对，以前这是别人取水喝的。我跟你讲，一般的矿泉水还没这水好喝。甜不甜？你要什么味道？甜的，甘甜甘甜的，没感觉吗？我是说这个水这个，没点泥腥味是吧？哎，对，没有。像那个别的水，取的水、啊。很干净的。这边以前有人在这个挑水喝的，喝个水这么狼狈，怎么好好喝？怎么喝优雅一点？你看他姿势，里面有鱼啊！走回去，下午再来。走。